把手伸出来。这公子怎么知道我花到手了？纪委，在江湖走动多年，我对血腥味最为敏感。还觉得我温柔吗？一点小伤而已。十指连心，还就是他，总要说出来的。说出来就能不疼了吗？说出来就能不药而愈吗？不能，但我小时候每次摔破了膝盖，我母亲都会一边给我上药。她说，浅浅要是疼的话，就要告诉娘亲啊。每次我母亲跟我说这话，我觉得伤口好像没那么疼了。被人关心着，难道不好吗？小孩的世界和大人的世界不一样，江湖中幸福和威望可以拿来分享和展示，而痛苦和秘密则不可告人。你就这么想，我对你用心了。我说的句句属实，不怕公子用心。证明我是顾少来的人，给我解开，我证明给你看。我一身受重伤，见公子如果连这样的我都怕，那你不配江湖上的威名。证明。
记忆浓，针指相逢终须送，手握刀锋入怀中，破晓把夜色刺痛。这本该是下人做的事情，上官姑娘不必劳烦。阙公子怎么知道是我？每个人的脚步节奏轻重缓急，气味呼吸都不相同，你应该也训练过吧。我在孤山派的时候跟着爹爹简单学了一些功夫，公子说的这种训练我倒是没经历过。身子都痊愈了吗？伤口好像都好了，疤痕也没怎么留。公子，要看看吗？雅兴了，这个温泉有疗伤养肤的功效，你要不要试试？跑哪里去？公子都抛弃我了，为何不走？勾画一片，我说合作，
却想要独吞五两流木，而公子和我夫妻一场，竟也对我毫不留情。无风之人，何来情？可我心不在无风。我不信。我没有骗你，我的确是孤身白衣谷。当年我逃离密道，掉落山崖，撞到头部，失去记忆。点珠把我带了回去，骗我说我是他徒弟，叫我收养，为他卖命。然后呢？后来我一点点恢复了记忆，假意继续留在他身边。我跟公子说过，两年前我曾下毒毒杀点珠。点珠中毒之后，当时无风首领竟然取消了风雨不改的无风例会。通过这两件事儿，我才推测出无风的首领就是点珠。所以我才一直为无风效命，为的就是终有一日我能杀掉点珠，报仇雪恨。如今五两流火在我手里，我可以消灭无风，杀掉点珠。我已经全盘托出了，公子可否放我一马？找出五两流火，我就放了你。如果我不愿意呢？消灭无风，对空门也有好处。无聊流火绝不能落入外人之手。而且我怎么知道你会被骗我？却苦涩难言，小人爱恨太。